笑起来，他这个花最后一下就差最后一下，最后一哆嗦了。我们已经前面全部笑话已经讲完了，你们再讲个笑话，这花就开了。讲个笑话，讲个笑话，讲个笑话。笑话。从前有一天，大老师走在路上，突然这样扶着扶着，在那里抖抖抖。哦，别人打他，对不对啊？突然腿被打断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旁边的人以为大老师触电了。啊！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开花吧，开花吧，花都不舍得开，太吓人了。不行吗？侯云畅，你要不给他跪一个？对，最近最好的笑话就是你跪下。请看《密室大逃脱》。对对对，大老师来一个。那大老师来吧，随便讲一个。你们知道那个文学家坐飞机会变成什么吗？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天文学家。可以吗？也不行啊。可以了啦。哎，倒计时了。哦，完了，有警告了，完了。那我讲一个吧。嗯，比如从前有一只小黑狗跟一只小白狗，他们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比如然后小黑狗呢爱恋这只小白狗，然后小白狗掉到河里了，然后小黑狗奋不顾身的就跳下河里把小白狗救了起来。你知道小白狗就是非常的感动，然后你知道他对小黑狗说了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你们猜一下吗？嘿嘿，啥来嘿哟？不知道。小白狗就看着小黑狗非常感动，然后就深情款款地对他说，说什么？这个还挺好笑，这个真的。哎，来了，开了。可以摘到果实了啊、哦！拿下来了，拿下来，走吧，走走走。但我不敢走第一个。你有怕什么？你现在就不倒翁，去吧，冯冯，这有什么？